暂列第二，这有实力的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分腿直角支撑，然后再转体360。哦，马上是一个中摊，马上接一个高举腿支撑，这个作为运动员讲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、啊。臂力比较有劲，嗯，臂力好，而且腰腹肌力量比较好。嗯，好的，做了一个肢体后空翻站木，这是意图难度0.5，但是分腿了。这是一个地阻难度的前空翻动作，0.4。啊，一个小晃，这是 C 组难度的转体动作了。都是有点紧。嗯，还是有点紧。平衡木确实不好比啊，就10公分。下滑是一个后期。